如何让美无尽延伸，它促使我追寻，怎样突破那个不断自我重复的循环，路走到尽头，背后的世界究竟如何，直到灵感油然而生。在两点间的往返叫做路程，而没有端点的探索才叫无边。不被面料、形态、固有的思维限制，将速度、力量、变换融合于设计，动感与无形刚柔并济，使人触动的美仍然是与时俱进的。也如同奥迪 Q8，无边的曲线能够打破轮廓局限，只有不断超越自我，才能始终拥有无穷的想象。